最后一个游戏啊，十秒问答，依次回答，五道题对三道则挑战成功。从你这边开始吧，从我这边，给你们点时间想想。第一题，请回答出五个带有人名的歌名。啊，人名的，开始。李香兰、李白、哈喽最近好吗？周杰伦、小芳、李雷和韩梅梅。那这个算不算了？当然算，这是首歌、啊。你看梧桐，希望我们答不出来。那这个该算你们对了吧？太简单了，也是万万没想到。我们成长了，不再是以前的，主要朗朗哥不在。我不是黑洞，谁是黑洞？请说出五首刘德华的歌曲名字，开始。冰雨、忘情水、十七岁。哇。练习。世界第一等。来不及了。谁来不及了？你。是吧？观众朋友们，你自己看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如果你们有在电视机前面帮我们倒数计时十秒的事，你会发现我们在这边受欺负了。你会发现它的秒与秒之间特别的快。他们有一个专门特制的手表，针对我们春游家族。那个表是4987653210。我们节目有娱乐圈最孝顺的一双膝盖和世界上最快的一双表。冰雨、忘情水、十七岁。哇。练习，世界第一等。太快了，你的表。最后一题啊，这道题你们要决定从谁开始。周深，周深。请说出刘敏涛姐参演过的作品名字。《琅琊榜》。武装者。福贵。带着爸爸去留学。时间到了，这次真是时间到了。我说不说，我说不说也没用，是不是？说一个，说一个。那这一轮我们就算输了，好不好？都被你们说干净了。欢乐颂，父母爱情，